我们其实每一趟出门还真的很不容易，因为像我们来日本啊，我们就要付比较高的代价，我们必须要选择自驾，因为中汉轮椅上上下下其实也很，对我们来讲很不方便。而且像现在自从中汉生病以后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，像迪士尼是没办法，我去人多的地方我都觉得压力好大，第一个可能也是心里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接受，然后还有我会觉得别人好像也会看一下，其实也许别人都没有这样的自我自己的想法太多，所以我们租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为了这样，我们爸爸妈妈不会开车，爸爸要从头一个人自驾10天，只是为了孩子，希望他能够多看看外面，14天，让他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等一下慢一点，然后也让他轻松一点，拖鞋，然后。每一趟出门其实我们都不容易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们两个也就硬着上了，只要他开心就好了。